的爱好是魔方，每天多念两三个小时，我就一直坚持了下去。变得更专注了，更自信了。现在属于全家总动员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会表演魔方。12秒进10秒的时候，大概有3个月的瓶颈期，重复练习，成绩也是一直就在那个水平。因为没有进步，也想就是不想念了。第二个小目标是女子世界单次记录，我想在练习魔方上超越自己，走上更高的舞台。